准备要上去。那、这空岛也太帅了吧！七个铁，你留下来干嘛？我拿了，我拿了。哦，我拿了。好。背框小雨。哇，我来了！你下去吧。好，下去吧。加油，背框。应该是僵尸的啦，因为……哎呦！哦，我听到了。阿芝，我听到上面传来骨折声音。骨折。骨折声音传那么远啊！然后，哎，我挖到哪里去了？千里迢迢的传送出去。哦哦哦哦，呜呜呜哦哦哦哦哦，怎么了？有黄金，哎呦，有黄金，还有那个拉桑米啊，可是我们没打到苹果。僵尸的生快砖，对啊。哎，我刚怎么下去？你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你推点，啊！撑下去，不要受到一滴一点的伤害。已经受伤了，抱歉。哦，我看到我挖上去的路了，超不明显，好烂哦！所以你们在哪？我们下来了。你会看到，你沿着墙壁走，会有看到一个那个工作台。啊，工作台被我敲掉了。你看到那个有一个洞，门口插了四朵花，就知道是那里了。那里都很多花啦，没有四朵花长超近的，绝对没有。我这边还有看到五朵啊。没有啦，插了两朵向日葵哦。哎呀，我这边看到五朵向日葵啊，快出来啊！等一下，你快出去，你快出去！你们火把给我几分？四朵算什么？这五朵啊！哦，那个四朵不一样的花哦。白痴哦，我有火把。我来了。要过河吗？有到沙漠？没有。刚刚挖铁的地方。枯光出来了，有枯光了。来了，有僵尸。有僵尸，有枯工。我们在哪？我做个火把。嗯，我先打枯工。在哪里？就在河岸边呢。好，我来帮你。哎，你看河岸边亮亮的地方。我帮你解决僵尸，你打。好。你在哪？哎，打到草了。哦，我看到你们了。你在哪里？下还是上？这里下，对，下哦，看到了。你看这花，有花会长成这样吗？不会，好不好？你抬头，山壁那边有五朵向日葵，那感觉跟在新华。还不是这里哦，往里面走。烂透了，你就说在最下面，最下面。我说在河边呢。哎，繁星。我咬一口了，感觉那边还有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快要被感染了。这边刚刚有一窝蜂的僵尸又冲出来，火药，又有一窝蜂。先帮你们煮东西吃。哎、欸，他们蜘蛛森林，你们都有盾牌吗？有。好，还有库里帕。所以只是找到深怪宝箱了。嗯。哦。你们刚刚说是废矿。讲错了，因为我想要拐你下来。哎呦！哎、欸，要抱你也讲一下，我抱在你旁边哎、欸。小雨，小雨、哦。不是，我想说他飞走应该不会抱。是小雨哦。是我，抱歉，我已经赔偿了半颗星座。等一下，那很多怪，我也赔了啊。哦，你也赔了，是，抱歉。很多怪小僵尸。你几顿？没有后退之路。哎、欸，你就拿着盾啊！哎！哎，完了！打下去！我帮你补路。还有一只。哇！变成唐老鸭了。不快气死了吗？他快气死了。唐老鸭先生你好。喂。白痴哦，你们太小气了，怎么一定要放这样的声音啊？白痴哦。懂了。哎、哦、呦，有黄金，看到哎、还没有铁镐。哎、欸，后面有窟窿，小心小心。我这边还有七块铁啊，你可以拿去用。等等，他们哦，行，等一下不要过来，我这边我会爆，哎、欸，会爆，好，没事，还有两只酷狗，啊，让他们打一下去。
孩子啊，都害羞的，走开！又不是我的问题，要哪用多子？里面还有，里面还有，都是你带来的。里面还有哈，小雨那边啊，可是有鬼哦！汪汪，我们像那个铁铁，好，我下去。嗨，哦好，没有，我哥大便。你们在靠哪里？对对对，哦、看到了。哎、欸，奇怪，刚刚那黄金我挖了、没有没有，小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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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挖掉了。啊，哦，你有铁镐、啊？还有，他是都不讲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女人。干嘛？你们刚刚去那么远的地方？哎、小哥哥，你拿去分给小雨还有繁星。不要、啊，不要分给他。哦、好、啊，那也分给繁星哦。繁星可以，小雨走开。什么啊？他是坏人。你才坏人！你打了一只鬼八怪给我哎、欸。有吗？没有吗？我打的话，他应该会想要炸我啊。哎、欸，我前面有两只 creeper 哦，要爆炸喽！啊嘣！还有一只哦，嘣嘣！炸开了，把路炸开了！我突然觉得跟少女待在一起有点危险，超多怪的！不要跟他在一起，那很可怕！你把我工作台吸走，还不把堵你后面？隔壁还有吧？刚刚，哦对，果然还有，刚应该是还有。我帮你们运送。我。有需要帮忙吗？不用。哦好。没事没事。有需要天眼兵吗？我觉得怕。有需要离开小雨。小雨这里，我这里。来了。来了来了。远离远离恶魔，自己一个人就没事了。恶魔。恶魔在身边。不会吧？哦、好久远的电视剧。讲小雨是魔女之类的。你们不要再打啦！不要打了！跳舞跳得很开心哦。住手！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！哎，上来烧铁，烧烧烧！咻！哦，这边都是沙子，没东西。那边的沙子会弹下来，注意。嗯，不想挖，觉得怕。小心，你要钓鱼吗？有啊。又钓，快点！钓鱼钓得很开心，钓鱼小王子。可是我们没有苹果，骨头给你。哎、欸，刚刚你们打啊？对吼，刚打好像都不是项目吼。对。对，都没有项目。啊，我有这边有项目树苗。哦，哦你有打苹果，抓到了。哦。我们先挖一个空间呢。嗯，但是这边种的不太适合。这么猛？有听到下雨声吗？啊，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听到，没听到。我还以为是刚刚你讲话的时候背景音在。我那个僵尸，他乘着枯宫的箭矢往前位移打我。哇塞，也太猛了！不能这样啊！我觉得这场有必要有个天眼兵了。嗯嗯，起得怕。你放了天眼兵。我都已经远离小雨了。我都没有动，我那边烧铁哦，我超远的。我还用合体技。我难过。那小雨，这个给你啊。你啊。哦，给你办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现在不能动。哎哎哎，为什么不能动？我饥饿了，他饥饿。啊，没关系，跑一跑，再吃一口就没事了。你饿着哦。对呀、啊。我身上有十二个猪排。哼，没关系，你没分给繁星哦。没有，我走另一边啊。好吧。我这边都挖完了，挖完了。嗯。我的盾都快要爆了。这个世界好可怕、啊！嗯，
他们那一队血还满满，就是少一个人。哇，你有找地方种了吗？我有五根。没有，他们这样是最理想的、啊。这边不太适合哎、欸，要往上挖，但是往上挖会有沙子。然后这边少挖一个铁，丢进去。你先做装备。哦，我先做。你还有三个铁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刚丢给我什么东西？铁。铁。铁。我刚才在做装备，做到一半看到旁边有个东西没注意到，那是什么？啊，做什么？原来是铁。我怎么唐老鸭又是？不，才刚出来就说。要说了，要说了，你在外面哦、喔。对啊。外面很靠近边哦、喔。我就是坐船比较好那个。看要从地表还是地底啊？哎、欸，我们这边就边了，就。嗯。我先靠近你们。开走。边已经压过来了。好。要往前方，要我面向那个方向。对 对，小雨那里走。我刚每看一个东西，小雨就挖一个东西，往前，然后瞬间就闪退。你为什么在那么高的地方？欸、小雨，我挖上面，我挖上面。对，哦，你头有点大。哦，为什么啊？中心点不是零零呢？这次不是零零。嗯，这次不是零零，他从后面压过来了。万幸我们分道扬镳了。对啊，我回去的路已经被锁死了。对啊。嗯，你丢了什么？没有。鸡蛋吧。我不是扔你。但这个人在我前面了。哦，痛！哎呦！哇！有，我们听到了。两只。你先停一下，我挖个空间。不是，还有一只。快快快，射你的伙伴，射你的伙伴。推下去，推下去。听到了。啊！痛！哎、欸，伙伴射你，你都不打他，脾气这么好。好。好，打完了，没事。在后面打弯啊？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你们在哪里啊？你走回刚刚我们放人物那边。不，我现在在乱放。走回来。对啊。我们高度在52。52啊、哦？那么高哦。哎、嗯欸，有黄金，有黄金。啊、你在更低是不是？我在24哎、欸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往下，我们可以往下。可以啊。好。嗯，这边看起来好危险哦。他力轴要增加啦，力轴正的嘛，压过来了。哎、欸，这里地上都有黄金，好、哦，力轴正的。对，我们现在力轴在180，我们应该还要再跟过去。哪里还有黄金？哦，这里哇，好多哎、哦欸，可以真的，如果有苹果就可以做了。可以啊，我们本来就可以做了、啊。我现在身上11颗烧好的苹果，11颗烧好的苹果。你说你们立多少？烧给谁啊？你苹果烧给谁啊？不好说，可能是血量最低的那个。哇塞！你居然要烧给影院，啥耶？不错啊。我们这边有哎、欸，哈基血突然大扣哎、欸！他刚大扣一波。哇！又扣了，又扣了，又扣了！快死了！多死一点。所以你们立多少？我现在140190。140190啊。嗯 ,OK。我可以再往更深层。可以。那里有很多铁。小雨你往这里挖一下。看在前面就有怪。就没有火吧。没有怪啦。这是不可得的事。我只是要先挖个煤炭。太阳。是，那往那边呢？哎、哦，黄金、嗯、哦，我这边跑到60了，没关系，我在88。你 X 轴 ，X 轴在哪？88164。88哦、啊，说不定我们可以再更过去。可以啊，我这边有很大很大的洞窟啦，可是它高度是在40层。哦，小哥，全剧终。我没办法再探索了，全剧终。哎呀，我有铁盔甲。小雨，你要去哪？这里啦。反正就在这。
我说挖完就回来了。前面这很大，繁星七十四十二一五，好，二一五哦，大，对，二五，左边哦，在左边哦，自己小心哦。汪汪呢？我在挖黄金。好，我等一下可能要中一下了。哦喂喂喂，那蜘蛛在你后面，那蜘蛛，那蜘蛛，我打我打蜘蛛，我打蜘蛛，我打了我打了，不用担心。那给我，没有，人生嘛，蜘蛛咬他，对，蜘蛛咬他，咬他，咬死他，咬死他，咬死他！我在看戏啊，你帮忙打一下，我买不死，气死了！早知道没有帮这女人，那个女人果然是也有问题啊！你才有问题！哇，这里大峡谷，大峡谷，不过边界也正在压过来了。对面有一二三四四个黄金哦，小雨，我是你，我就冲了。可是我身上还有十八个黄金，直走左转。有四个，它外表是四个，里面应该有四十个，有点浮夸。哇，繁星，你这里很实，对不对？你左边边界压过来了。好，我知道啊。我先挖到二，你说二一五吗？你可以往右边阶梯往上了，右边阶梯往上，因为你后对对，这里走。那你现在后面他们在压过来了，阶梯往上有机会接回去。小K可以帮我看一下这边吗？这边有点紧张。